时间是2017年5月19号，周五清晨，再刷一分不了的就是5点半了。5月19号，2017年周五清晨5点半左右。好，看右上方的 corner 是。我们从昨天晚上深夜的快要子夜了，是23点54分开始看。没有漏掉，没有漏掉。好，向世界发声，我们自己却常常误以为面对个体。基本上我们还是利用媒介啊，这个媒介是时代有进步嘛，人与人四目交接，彼此看到清清楚楚。对方的表情、互动的状况，相对之下，现在电子时代啊，我们看的都是一些电子产品，透过电子产品的媒介，我们看的东西是虚构的世界，是不是？而且越来越遥远了，是吧？有吗？科技有带来幸福吗？是真实还是虚无呢？是虚幻吧？在某个角度来讲。电子产品是为我们服务，不是要我们去屈就的。贾伯斯、苹果电脑、ATT 有的没有的，请问他一代一代的话，我们有得到便利吗？有比较幸福吗？还只是炫耀而已？炫，免炫，跟那些无更无知的人炫耀，说：“哎，你知道这些东西，你懂这些，你有这种享受，是不是？你是自欺吗？是不是？”电子产品是为我们服务，为我们的。便利，我们的幸福着想，不是我去屈就它。我学的东西一下就换掉了，换掉我又要重新再买新的产品。请问一下，谁发疯了？电子产品是为我们服务，哎，不是要我们屈就。再讲一次，什么意思？你学那个电脑程式。你能糊口饭吃吗？他一新的一代就出来了，从学校毕业出来的，他要比你强，他比你年轻得多哎。没过几年，他又被后浪推翻了，是吧？你不断的推新产品，请问那有意义吗？哦，你在那边，OK，你很强，你说我做骇客，OK 啊，我觉得哦这个东西可以，你在偷取什么资料？请问一下，哪个家伙下场好？你慢慢看嘛，你还要等结果吗？文字基本上已经是个媒介了，已经是间接碰触了。语言已经是个媒介了，它还直接传达，还可以面对面。文字你看不到人脸呢，是不是？你没有第一时间抓住他的表情呢，文字基本上已经很抽象了。你跑出电视。手机、网络是吧？好，这一段先有英文，再有中文。Would rather a homeless with freedom, other than a trapped with only money as well as vanity, in places people keep watching。好，是3个小时前，现在是清晨的5点半，那就是凌晨的2点半写的，就是是吧？今天是2017年5月19号，周五啊，是的，这是今天凌晨写的，是啊，那一般翻成中文更容易了，中文是我们的母语嘛，基本上这一个是英文版与中文版是对照，不做上草之臣，宁为下手下野村手，是啊，Would rather homeless with freedom, other than the trapped。It's only money as well vanity in places people keep watching，是还有押韵呢，是好。来看看这一句啊，是啊，这个小宋感觉有点心得的东西，是啊。书本，你就不能踩在书本上面吗？什么意思？
你一定要把它背在肩上吗？好吗？你慢慢累，OK 啊。知识东西不是把我们压住的，是我们踩在上面往上腾升的东西。我跟你讲好几次，小东讲好几次，知识是让我们解放，不是束缚我们，是吧？念经，是吧？沐浴饭杯，或者要打瞌睡，3个小时前，耶稣是谁？他非神子，他是您的孩子，您的孩子，你会不爱你的孩子吗？他需要你呵护，哎，是不是？是因为你前辈子种下的福音呐、啊，是不是？基本上就是因为您的贡献呢、啊，这三段累死的，多亏您认真培育，穆罕默德有幸成为先知，是吧？这两个三段基本都一样的。3个小时前呢，尼采、梵谷，他们宁愿跟我们为伍，他们不想要在那个时代里面。风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不想要那群人吧，是不是？这都是2个小时前了。直立成人，行于水盘，徘徊草原，迁徙江湖，斯为人。基本上这些句子啊，已经在大概1、2年前，就是写在那个是《人种一二与星空》那作品，不知道第几，《人种一二与星空》，然后打安居而已，安居人种一二与星空，那讲到。体质人类学演化的状况，星空就是因为小宋啊，安本人呢、啊、翻译那个暮云的新诗，因为讲到一些星空的状态，就是联想成篇的，这基本上这四句呀、啊，就是从那里面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移了过来了。像我们每一篇都停留4到5秒钟，照顺序，这5段里面，4到5段里面，就今天凌晨。录到现在4到5段里面都是照顺序的，因为我们是从下往上看，也最从早的时候看到最接近现在这个时刻，就有照顺序的。骑自走兽，腾空飞跃，寻尽波千万里路途，名之玉足。这都搞笑写个东西，2个小时前是夜宵有吗？不晓得。好，现在时间点是2017年。5月19号周五清晨的5点38分，看右上角小小角落，清晨5点38分过去了。那基本上今天的这个是录音这一段，这一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也就是脸书呢短文的部分呢，大概5段吧，我搞不清楚，至少4段有了，5、4段到6段差不多。